听说你这几天都在找我，为什么躲我？我们俩不能在一块儿，条件你开吧。我没有条件，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。不可能，我不会离开我老婆。 我养你孩子了，我今天就不陪你去了，我实在不习惯那种应酬的场合。嗯，夏然。 事儿吧？没有，没事儿。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啊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。要不你今天就别去了，反正有老周在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说你不舒服。没有，我可能是有点闷，正好出去透透气。嗯，那你小心点儿。 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是魏源。你就是韩凌吧？我在广告里见过你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萧然的。 真的很爱很爱，我知道他也爱我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的人。我求你成全我们好吗？你确定？ 肚子里的孩子是萧然的，我没有其他男人。
坐地上。我见雷渊了，她怀孕了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以自欺欺人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们很好，我们要好好的。都怪我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别这样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
让我陪你浪迹红在寂寞。老板，少喝点。陪我喝一杯。老板，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。真的少喝点。常奶，一个人活着挺好的。老板，你有心事儿？大哥、二哥还是联系不上啊。振东睡了。哎呀，发展情况不妙啊，好多人现在要起诉他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最近也注意点安全，出门都小心点。我想了，过两天把爸也接过来，老爷子一个人挺可怜的。算了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要是你啊，回家洗洗睡了得了。手机这玩意儿来了挡不住，走了跟不上，跟自己较劲儿犯不上。来，继续下注。来得挺快、啊。嗯，车少，路上好走。走吧。
我们谈谈。小然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一切就都别勉强了。这几天我一直想说出这几个字，我以为很难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说出来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离婚。现在这样对你我都是一种煎熬，何必呢？我不想再这样彼此折磨下去，给各自一条出路，别弄得两败俱伤。我们离了，你也可以好好的跟魏源在一起，以后你要做个好爸爸。我是给不了你孩子了。别说了，别说这个。都说出来就好了，都说出来我就轻松了。刘是我对不起你。小冉，你不容易，我欠你的。你真的不容易，知道吗？是我欠你的。你打算给我钱吗？你觉得给我多少合适？你要多少？我要钱干什么？人都没了，我要钱干什么？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想用钱来证明一切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一分都不要。我恨你的钱。结婚六年了，怎么要离婚啊？怎么回事儿？能说说吗？我们希望能够调解的就尽量调解，最好呢不要走这一步，能不离就不要离，大家都慎重一点。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回去，过一个月之后，如果你们俩还想离婚的话，再过来办不迟。你们看呢？不用了，你现在就办了吧。您的意思呢？我听到了。
真快啊，两个人刚才还是一家人呢，现在就已经分开了。这也不过就5分钟，我们过来领结婚证的那一天，我还记得在这个广场上有一展销会，广场上很多人，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的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。萧然，你还欠我一个婚礼，你说过的100桌。对，我欠你的。韩玲，我欠你一辈子。行了，咱们俩谁也不欠谁的。仔细想想，跟你在一起是很快乐的。不管我们最后结果是什么，但你也实现了你的诺言，也算是修成了正果。你脾气不好，这也难怪，公司那么大，千头万绪的事儿，我知道你苦，我应该更体谅你。别说了，不说了。能不这么着急走吗？住一阵再走。走吧，早点回去，省得折磨。不带了。不了，我爸看到这些就会想起你。照片留给我。我就拿我自己的。也留给我。这张是我刚来深圳的时候，咱们在蓝园拍的。云，你别这样。这张是我们在红树林拍的。这是94年，我们一起回我的家。在我们家门口拍的，这是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我妈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世纪公园照的。还有你开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和老周在公司门口，
地方是你特意为我修的，可惜一次都没有用过，浪费了。要走了，最后跳一支舞吧。跳得不好。我教你。如果不回去找你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会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的就甩开我。是没有人能，要不咱们来一起回旅顺吧。回旅顺干嘛？我可以让我的家人给你找份工作，大不了送送礼求下人，总是可以解决的。不需要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花你的钱。我们之间干嘛要分你和我呀？正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不能接受，明白吗？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我不来深圳，就有可能回老家了，也可能跟着韩玲回旅顺了。我会找一份安定的工作，有自己的妻子、孩子和房子，也会为了抢电视、看足球跟老婆吵架，也会为了孩子的早恋而失眠，为了涨工资而高兴。如果不幸下岗，也会躲起来大哭一场。也许某一天我会放纵一下，那样我肯定成不了亿万富翁，当然也不会突然四顾空空，韩玲也不会离开我。老板，魏媛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我带她去华美医院做了检查，严大夫说正来了例假了。肯定吗？肯定，是严大夫亲自检查的。老板，魏媛亲口承认，她说就想让你离婚，她才会有机会。他们也会被人玩啊！我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，太可怕了。要让她消失吗？我只是说我不想再见到她。哦，对了，电视台的赞助费过两天又要交了，还给吗？嗯，最后一次了。以后就看他自己了。好，我现在去办。
想清楚了，宣告破产。我16岁就出来倒卖海参，这么多年呐，风调雨顺的，能沾的我都沾了，也没吃过什么苦啊。40多岁就有了这个公司，我就这么想啊，没准儿真是吉人天相啊，上天自有公道，该还的呢总要还，临到老了连本带利啊一块儿给还给人家，我一条老命值几个钱呢？可是我不能连带着你们跟我一块儿受罪啊。爸，先别着急宣告破产，汕头那边不是还有一些钱没要回来吗？那都是多少年滚下来的死账，你去要试试，人家会抹脖子给你看。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吧？启明啊，我真的要谢谢你，这个时候我的三个亲儿子都跑了，你一个外星人还在我身边，我有眼力啊，挑了你这么一个好女婿。哎，刘远，最近忙什么呢？瞎忙呗。我怎么看你心事重重的？有事儿你得告诉我。为什么要去赌呢？这段时间从天堂账上挪走了20多万，全部都输了。是。你要有什么难处呢？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这么个搞法伤感情。哎。春早刺激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你要真遇到什么难处，你说你就想通过赌博把本儿给赢回来，咱可以放到台面上谈一下，该帮我会帮的。帮我？你都不信任我，怎么帮我？不信任你，我把天堂交给你吗？你那叫信任吗？这天堂我管理得好好的，你安排一个强仔过来什么意思？啊？监视我，金牌小卧底。
好，没错，我是不信任你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就找工作那会儿，你走进系主任的家里，你搅黄了我留校的事情，你想过后果吗？